现在这是迎宾模式啊，要杀鸡了。OK， 好啦，一二三。OK， you say hi。Okay, thank you. 要脱鞋吗？好。什么？这个是长长的一个走廊。这是长屋吗？长屋。哦。这个是已经很现代了的。哦，明白了。那我们晚上会去。一个长屋是木做的。啊。所以你看，一个门就是一个家庭，一个门就是一个家庭。啊，明白了。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明天会去他们传统的屋子看一看，对吧？应该是今天晚上，然后明天又会去另外一个长屋。哦，明白了。所以你会看到，还是会看到传统的长屋，它是用婆罗洲铁木，就是Berlian 制成的，那个是很难见的。好，谢谢。不礼貌，就是不礼貌啊！明白了。Thank you. Thank you. 啊，爱给我说啊！不，我自己拍就好了，我自己拍就好了。Hello, hello, hello.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China. China. Yes. Very far. Oh, yes, very far. Welcome. Thank you. My pleasure. Hello. 你好。Thank you. 啊，这边还要喝啊，还要喝啊。哦。Okay. Thank you. Hello. 你好。哇，这一路不会是喝过来的吧？我到了目的地之后，我还没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一看到这么热闹，我就赶紧拍起来了。结果呢，进来就喝了，好吧？还有米酒，又开始喝了。因为是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家庭。这前面的是全部都是集中的啊，对，这拿了这边也是要喝。哇，那今天晚上去到原始的，那岂不是得喝废了？可是他们给一点点啊，我们给你很大杯。刚才那一杯好大哦，我有一杯这么多。对，我来一起带着他面喝。我要喝下去是吧？啊，我好。好烈啊，这一杯很烈吗？哎，如果我想喝的话，就可以一直在这喝啊。可以啊，他会很开心是吧？就我的，好吧。哦，那边可乐是吧？好，谢谢。我说实话，来到马来西亚这么久，其实呢，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跟我说，一定要来东马这个船屋，一定要体验一下原住民的文化。其实上一次那个文化村感受不到，在这里是有的。对，这是哦，可乐哦，可乐可以。谢谢 ，thank you。沙拉越还有，那印度尼西亚没有吗？也有。
加里曼岛吗？加里曼岛。对对对对。哎，这是可乐吧？Thank you 你这是破坏分子啊，一直在抓着别人喝酒。啊，再转回去再来一遍啊，还要再喝一遍啊。只是想让你多喝一点酒了。我已经不会了，已经。哦，这个朋友是马来人，来自于吉隆坡，跟我是同一间房，我们两个人一间房。我不知道他难不难受。哎，你在邀请他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这边会有喝酒啊什么的？不知道。不知道是吧？没有关系的。没关系。啊。哦，最快走过来，再走回去一下。对对，现在来一个 U 转。哦，明白了，好。嗨。Hello。Thank you。接下来待会儿呢，会选择家庭，每个家庭选择我，我就去住在哪一家，然后他们会把我当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对对。那我还蛮期待的。看你的第一帮家庭是谁？对，等着吧，好有一个被选的感觉。对。那海里刚才告诉我，也可能是我选人，也有可能是他们选我，不太确定。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就请尽兴的 enjoy 吧。在干嘛？吃东西啊，对面有一些本地的糕点。啊。然后有泡面跟茶。他是根据名字，然后已经安排好了。我的房间是21/21。哎呦，跟你同一间。哇，你离我远点。没有，我们全部。全部在一起，对对对对。Yes。他们说我没有喝，你说我喝了没有？喝了，喝了。没有喝多。我们去最后一间。谢谢。Let's go！ 我们的三哥 ，Let's go！ 加油！一起加油！这是大通铺啊，今天晚上全部要挤呀、啊。但是我们集合的话要再近一点。他说四点集合呀。我们丢的时间我们没有拿，我拿个车很远。这是坛子是干了嘛的？哦，他们应该是酿酒用的。哦。看那都盖着。对。今天晚上大通铺啊，这里应该是卫生间啊，然后进到里面，哎呦打嗝了，他们的厨房区域，哇有点黑，这是什么？哎这边，哇还有那王八耶，出去看一看，那甲鱼。怎么了？刚刚从屋里出来，他们就一直在叫叫叫叫。我欠你什么？我已经喝了，我没了。你欠两杯，你要喝两杯。你们自己愿意喝的。两块。你们有点喝的，你们有点喝的。
姓公，国民老公。花是榴莲树上的吗？榴莲的啊，炒还可以炒着吃啊，炒来吃很好吃，炒下饭的。那我看一看这个啊，炒下饭的，像韭菜黄，很好吃。什么味啊？有点像那个笋的，笋的味道，笋或者是上清蒸菇的那个感觉啊，菇的口感。都没，都没。在哪去吃啊？有点像笋的感觉。那你买呀，到槟城我去你家蹭饭啊。我不用买的。哎，冰城有吗？你在录吗？啊，哈哈哈哈！要买。有吗？这人呢？不要，不要，收这里的。现在要出发啊，去下一个长屋，因为今天这个呢，它不是住原始的那种屋子啊。如果是原始那种屋子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人就受不了，比如说有蚊虫啊等等的，他们就说我的运气特别好啊，这次跟着海里住的是现代化的，上一次他们进到山里面体验那种生活，哇，那蚊子都给咬的，哎呀，我也不能说好不好吧，反正是他们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玩嘛，一切都是随入乡随俗。那比如说我现在就已经有一点上头了，有点醉了，走了走了，我们现在出发去下一个地方。Okay, thank you, drink. Okay. Thank you.